以話係我自己都圓夢㗎啦，因為我自己本身正職啦，喺電視台工作啦，咁所以都唔係咁多時間去教波啦，咁所以呢個係我夢想啦，最後即係帶咗一隊波入精英賽。精英賽單人點當然唔再多講啦，佢哋已經好叻㗎啦，咁所以我諗即係多啲掌聲俾啲班球員啦。其實就關鍵喺第三節㗎啦，關鍵第三節開波嗰度就8-0攻勢，7-0攻勢，咁所以就嗰度係影響幾大。咁但係最後都係佢哋沉住氣，都係不斷提示佢哋、鼓勵佢哋做翻好自己本分，打翻好我哋應該嘅反擊、快攻，甚至我哋嘅底線、我哋嘅內線可能會比對方強啲。因為我哋上次即係輸咗俾佢哋，都真係深入咁反省一下大家自己輸啲乜嘢。咁所以唔好再重複犯錯，把握機會。氣氛好似球星咁，有士氣啲咯，會更加唔會輸咗波之後即刻退咯，唔入波唔會退咯。呢個係話俾自己聽咯，最後係話俾自己聽。如果自己都退嘅話，基本就冇人攞冠軍咯。好激動，之前攞過學界冠軍咯，但係未試過入呢個場攞冠軍。上年輸咗一分咯喺依一度。最艱難係即係逆轉嗰下咯，唔知點樣再攻入去咯。最後打好自己咯，喐多啲咯，同自己講得咯。總之唔好理失誤咯，要繼續追翻球波咯就得㗎啦。